準備定啦，唔該。各位影巴士嘅朋友，記得準備快啲開機，準備開始錄影。而家因為啱啱嘅英制電巴，而家正式準備即將啟動。我都好期待第一次坐呢個電巴，我好想坐啊！係啊，正如星期六啱啱直接台嘅服務啊。好啊。好。我到底再上咗 B 版嘅衫啊？我今次要上咗 YouTube 先啊。我都係啊。係啊。好，準備。好，準備，三、二、一，試埋開門。試埋開門，大家出嚟，出嚟開門。我坐車頭啊。好，我都係。唔該曬。拜拜。哦、Sorry 啊。有事攞得上去講曬。唔該先生。哎。OK， 唔該，謝謝。二邊。OK， 好、哦，擺定先。我都要。幫我擺埋啊！你行埋過嚟啦。幫我擺埋啊！都想影啊！得。我都要充電，我唔該，我都。真先。快啲啦！我都要充電器，唔該。充電啊！係啊，因為我手機就嚟冇電啦。搞掂。OK， 總之 OK 啦。我需要嘅，冇需要嘅翻去坐。唔該曬 ，Jordan。你做咩啊？我搞啊。充電器冷靜啲，唔好咁啦，唔使咁婆。唔該，謝謝。咁你啊？你都想影噶嘛？誒，幫我問你，幫我收埋呢度嘅電啦，唔該，電話電。呢個電。我俾我。要快啲啦！冇記住唔好刪除喎，記住冇中途期，冇中途。各位乘客，歡迎乘搭九龍。呢度，幫我呢度。準備開車啊！樓上嗰啲啊。呢度。入架。入得到咩？落車。快啲嚟都冇。係咯。你幫我睇下呢度啦，幫我呢度有插電噶嘛。呢度冇啊。冇啊，唔好意思啊。好啊，冇錯啊。不如，俾翻佢。你自己。Angus， 拖住我个袋，可以，坐到啦，耶，坐到，Let's go， 各位乘客，欢迎乘坐九龙巴士公司112线，小心，本班车将由苏州往北站，中途将由广播提示。吹風扇，我費事驚嗰條片會香咗㗎。好難搞噶。我知道，但係我喺度跪喺度，我費事驚我因為冇。我而家主要驚嘅係我部手機冇電。唉，我都驚㗎，其實都因為我都費事影唔到嗰架英制電巴啊嘛，係咪先？啱嘛？
心希望唔好见到袁打头啦，系嘛？我见到三部四部机，四部机身，几条友，仲有一条友，仲有一条友跪喺个地下度，而家。喂，想点啊？好开心啊！开心啦！加埋我啊，我都系好好啊。系啊。阿伯都系嘅。系。六部机，即系只有六部机啊？四部机，四五六咯，五六部咯，系嘛？再加埋我部 iPad， 真系六部，真系五部机。啱啊！但嗰个唔想六部机。我知。头先真系停，真系拎咗 touch 停咗一部分，少部分啫，都唔紧要。四部机好似上一次嗰个。系啊，佢地产应。人在电话真的很兴奋嗰个啊，系咯。希望突然间到个站嘅时候，我队友个小朋友喺度。系啊，啱啊，其实都讲翻。但系你哋都有睇嗰个打，唔知系咪打交定？知啊。廿六。我廿六啊！我十九啊！耶！绿灯启动。巴士啊！國際友誼頭牌。請展示您盘间。哇！成扎。哇！黐曬啊！黐線！狗仔！黐曬多啲呢度啊！哇！呢邊啊！呢度一百，哇！死五六個我黐線屌！哇！係黐曬啊！係咪啊？哇！全部都係白色衫一個，白色一個。狗仔隊失方式啊！係咪啊？我是電巴狗仔隊。電巴狗仔隊。大嗌喎！邊個食嘢啊？車路邊個食 M 記啊？咁樣嘅。但係我邊個食 M 記啊？邊個食 M 記食得咁嘅？睇下蘋果知喎。係咯。蘋果幫你交。我今日都冇咩，我今日都冇食咩嘢，就飲咗蘋果咯。我知啊，但係我都要 hold 神啊，唔該。你啱啱扶手啊嚇！即係 this not horrible 啊，真係。係啊。啊！長沙灣政府合署。啊！快啲過綠燈衝唉，好近個36A 線啊！如果想加一個踩落去，我真係就嘣咗啦，開手身啦，係嘛？我哋六條友上天好喎！係咯，我都唔知道我哋家長見到呢個新聞點講係咩？食六個班嚟坐巴士之後，呢個巴士行第一度冚咗上去。系咯，我心谂点报啊？我都差，点报啊？六几个未成年，少年，因为巴士车速太快撞咗成。系咯。喂，多得人生在差电啊！我帮你揿十部手机啊，唔该，好唔好？小心啲啊！我幫你，我你俾我呢個手機。啊，好。你幫我攞部手機，我幫你帶。OK， 我 hold 住，我要 hold 住個面袋啊！唔該，小心啲啊！小心部手機。OK 啦，系嘛 ？OK 啦，我帮你考实，考实先，好冇 ？Jordan， 我帮你考实。
方捉影我嗰度嚟嘅，呢度系。系啊。哎呢、這个今日就想就行错咗路啊！只屌佢真系我行错咗路。之前康叔弟喺嗰度拍过拍剧，但嗰度睇到取景啊。系啊，我知道啊，大都。反正我就系傻傻地直接冲过深水埗，点知之后发现行错路，就跑翻去嗰边。唉，我唔知道阵间会唔会再见到巴迷咧。唔系啊，应该系动物园啊，好唔好啊？可能噶，其实都。唔系啊，应该系阵间翻去总就一大包动物园喺度等，已经喺度等紧。哇，犀利啊，系咪啊？梗系炮台山站入场阵噶啦。希望阵间楼下冇喺度。哇！喺度。有得直播了，嘿嘿。哎，你等，过去。请紧握扶手，私人消息。请紧握扶手。请紧握扶手。啲人都睇唔见我哋啊。系啊。如果有得人攞住部机隔住嘅话，我哋可能俾个耶。全部都是全员犯之后，你覺得巴士的未來將會怎樣啊？會引進更多新的型號啊？是飛起身的還是什麼？是進化版的新型號啊！進化版就是飛起身啊，大哥。是啊，我們今次都很榮幸可以坐到英制電化。拉埋我啊！我第一次坐啊！我也是第一次坐的，是的。我衝太和，衝太和，坐差二之後呢輪喺半年加落，即係自己衝過去。系啊，我都想今晚十二点之内完，十二点之前完成佢咯，系嘛？拉埋我，我要喺八九点之前完成我嘅人。喂，有一个巴士迷喺度影紧啦。两个巴士迷。系啊。完成我首个。好啊，行。完成我首个，首个电巴。好啊。哇哇哇哇哇！犀利啊，系咪啊？我的喂，你是什麼人來的？是的，心機特工啊。員工來的，好像應該是吧。
好多睇唔到，我哋係去 21 ABCD 喎，見到。係，我知。21有 A。係，過綠燈。開始加速，開始加速。係啊，誒，有人上車。係啊，我覺得可能我唔知道咧，造成交通擠塞，之後車上嗰啲人咧就屌佢。係咯，知道就好啦，係咪啊？咁都冇辦法噶嘛，我哋要整車啊嘛，啲大巨星係咯，巴士嘅喎，不過冇電喎。一如果今次6546嗰個啊，就有人喺度跳方樂山喎，係咪？係啊。喂，7973快過我哋嗰個巴士啊！唔知咧，我哋。我背過追翻佢哋啦，追翻佢啦，我唔服啊！唉，追翻個793啦，係咪啊？唉，停車啦，係咪？停車啦！小心啦！小心啲啊，係咪啊？哇，18啦！我13啊，屌！因為每人攞18啊，真係。我而家好需要，我需要个充電站，借個充電器俾我。我仲未用完㗎，其實我都18%㗎，我要支援下㗎。我都要支援啊，只不過你哋部手機唔支持。充電未啊？嗰陣你個電話充到未？我見睇下。我見到佢充緊啦。特朗普將會開辦一個新嘅圖書館。唉，冇可能啦，我覺得係。Donald Trump Bible。 如果陣間我手機冇電，我直接攞一部 iPad 出嚟，我有部 iPad。好啦，有後備有都可以合拼噶，係咪啊？係啊，我有部 iPad 喺我個。好彩！我好彩有個 iPad 喺我嗰度，唔係個話真係。真曬係咪啊？真係噔噔。失敗啦，係咪啊？真係想癲啦！真係失敗啦，係咪啊？影到佢21倍喎。好啊，誒七近793 S 先有個793東城。頭先啊，我影到個793係將軍澳，影到嗰架飛龍行達嗰架巴士啊。我係啊，邊買嗰架？我喺潮景咧影到，彩明苑個巴士站度影到啊，跟住仲記低咯，記錄低咯。我唔知道應該係咪喺洪水？喂，前面我緊咩喎？屌！係咯。但不過你放心，你有汽油噶嘛？我有勁汽油嘅，點啊？就好似你有64K 啊嘛。又好似你有4K 啊嘛，我有64K。E21B 去翻东涌。你咁，放心，我唔会去嘅。边个六点嘅会坐个机场翻嚟？景点真系好少。机场。食翻机场快条大桥。边度有个桥讲咗啲咩？系咯。希望冇香啦，而家都。喂，搞錯，一個紅燈。踩遲啦，我哋。你行呢條路噶啦。哎呦，喂，乜的？點解要扶手？點解要扶手？點解要扶手？哎，俾個1A巴士啊！咩住？上路咪俾人住。係。哇，激氣14%啫喎！我上一咋？唉，死緊啦！我要係我死緊，好冇啊！我都死緊啦，而家冇。唔係啊，我比你仲死緊啊！唉，希望冇係啦，13啊，仲跌得咁快。點啊？唉，嗰陣俾翻你。我跌。哇！呢個可能唔得。正中間車頭嗰個坐翻低啊！唔該，坐翻低啊！我睇到你啊！我知啊，但係因為我冇位騎，我冇位坐啊！誒唔該，可唔可以換位啊？我需要。你坐低我噃。我 hold 住，好，我 hold 住嘅。可唔可以 hold 住㗎？俾我隔離呢位 hold 住。唉，俾司機話啦。好犀利啊！你都係啊！緊急地震速報，地震速報。係咯。
依家我唔知點解，我 Jordan 呢個點解咁快咯？我唔知道。唔知喎，應該。因為我未變飛。我真係感覺到點解我咁變得咁快喎，真係。好得。你俾啊！好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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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紧握扶手 ，Please press the handrail。请紧握扶手。哎，停了。停够。哇哇哇！你架七六五点解仲有个车头空摆喺嗰度噶？唔知啊，其实都。喂，哇！喂。喂，点解前面都系红灯噶？我唔知道啊，佢可能有时间限制噶嘛，系咪啊？系啊，佢有时间就转就转啦，系嘛？俾其他车过先啦，系咪啊？啊对啊。Sing you to Jesus。系咧。Go, go, go.
過綠燈啦，唔該。過綠燈啦，不如。係喎 ，Felix 咁啊，係冇咩效果，好似不過爭取 A 一三三 A 一三四，係會俾7372代替。邊個？係因為我曾經問過咧，話因為咧7372都可以做服務啊嘛，所以我以為。喂，準備，
遲咗我做同政府傾咧，最後就要改咗學派，要殺咗個佢又咪結車。準備落去咯，九十就成班九十五千，九十五號線都冇咗喎。準備落去咯。但最後我哋啲最後冇再結車咗個，嗰區結車咗個啦。係，我哋就殺咗個佢又咪結車咗個啦。哦，知啊，我知係。哇！呢啲結車拉風速都冇。死得啦！真係如果你殺咗嗰個建車嗰個，準備落去啦，各位！你知道港區建車哪方都冇？梗係啦，其實都講翻句啦，其實都今次有咗經濟電話講，今次都可以減碳咯。有啲逼到政府殺咗嗰個入邊，其實嗱，奶幾次嘅其實都要改一下。系咯，但系呢次佢要改下做全部嘢，都唔可以再外循环。系咁，系咯，今次舒服咗好多咯，我知啊。又之前基奶之前嘅公布吸食完沙沙嘅教训，系其实应该已经压住要改啦。系啊，改下奶之前计，唔好再行外循环，绝对仲会气息啦。系，仲要挂奶机，仲要逼佢店会改到同阿威杰车。系，我知啊。想佢适应晒，仲要上亚式奶机先加。哦，听讲嘅。系啊，要入去抽根水适应化。聽講過，依家都科技先進，可能依家都跟住逼到要啲冷氣設計，過濾冷氣啊，租冷氣都要改啊。係咁轉用嗰啲電啊。咁係加龍喎。係啊，要改下個冷氣設計。冷氣設計都要改啊！成巴掌，成巴嗰個咧就係用輕能巴士嘅喎，我聽過。哇！好啊，好嘢啊！唔好再行嗰個內循環啲冷氣，嗰啲氣體空氣設計唔好再行嗰個內循環，真係要全部咁塞車啊！塞車咯！即係要行全部，唔好再。巴士有巴士線喎，我哋。哦，巴士冇咗，終於掛柴啦！我哋 GG 啦。哦，知知啦，今次準備各位準備上天啦，各位準備上天啦，各位。其實咁樣搞港區建設，應該要係改到無派，係咯？點解而家巴士公司一出啲熟要商城已經足以要改到無派建設㗎？好冇？你話講係二 R 嘅？去尖沙咀，經呢個去尖沙咀啊！九十二 R 喎，真係途經紅磡站喎。係啊。又有一三線喺度啊，嚇！一三喺度有新發，應該要改做無牌電車。雲端派，我要睇。你哋又話二通行，你話二通行有時可以揀車流嘅，但不過都唔得嘅。準備落去啦，各位。喂，係啊，但係我要去，我都想預約去站見㗎。我今晚試下，咩十二點鐘見咯。係咯。因為未開啊，咁未。十六號係星期幾啊？星期二日。如果咁嘅話，真係要行曬十八。係啊，我今晚嗰啲 book 啦。哦，好啊。我紅咗定要 book 咗阿 Gordon， 一定要快啲啊！叫埋啲朋友。哇！呢個咩車嚟㗎？咩啊？點解用呢架？點解用呢架車咁古怪嘅？啊，咩嚟㗎？我都係咪工程車咧？係啊，工程車嚟㗎。工程㗎。哇！呢咁長，呢個真係幾特別喎，係咪啊？又真係幾特別。哇！算唔算柴油咧？喂，我知啊，道路工程啊，係咪啊？道路工程喺前面啊。唔知點解我覺得。到咗放網時間就係到咗個到，拜拜。到咗五點至六點，六點幾呢個時，咁又唔係繁忙時間啦，今日。繁忙你唔係繁忙時間，你同我講呢個係咩情況啊？今日係公眾假期，唔係上班日啊 ，OK。細聲啲，小聲啲，你嘈到其他人啊。咩都要打。對面有個熱 M 啊。唉，我都要約呢邊啊！哎呀，死啦！我記唔到啲 M， 記唔到 M L 啊，好遺憾。我太入啦。唉 ，M L 拍得又匿埋咗，係咪啊？我都知 M L 啲黃頭都匿埋咗入邊啦，係咪啊？係啊，你知道 A 200護擋車嘅點燃炮？128我唔清楚，唔好意思。我同阿 Jordan 咧，我咪買落先，買落先。總之講曬唔好聽。好。總之遇到其他嘢，總之唔好聽，總之再專注喺拍片嗰度。我哋都要專注拍，我都唔想俾佢，我都唔可以俾佢冇電啦。係，冇錯。三條一，停車喎，佢停車啊。係啊。唉，諗唔到二通行之後都仲係要改善。有事。哇！其實應該巴士啊。係啊，巴士咪啊。其實如果咁佢應該就預咗陣間去白谷，不過白谷道嘅樣。其實佢應該就要佢私家車收嗰啲行曬十八嘅收費，即係政府收翻啲錢，即係全港所有收費隧道，連而家免費睇嗰條亞四私家車唔錯。係啊，其實你知點解將軍澳隧道會冇咗？將軍澳隧道唔使俾錢啊，而家。
係咯，將佢個俾唔使俾錢，因為有張蚊個張南隧道啊。係啊，繳費。我如果再上咗南私家車，要收條收隧道費。話事話都咁，私家車咪收錢。喂，賴衣服嘅喎，賴衣服嘅喎。話事話啦，其實都冇咁多收費平嘅家。你啊！叫你睇一站啦，啲人都係咁塞車㗎，幾影啊！哇，犀利！唔好嗌，唔好咁咁開心住。耶！唔好嗌，細聲啲。耶！可能我叫冷靜啲。我又影咗。耶！冇啦冇啦，唔想去睇啦。哦，風扇，唔好意思。好犀利。Sorry 啊。近啲。哇！我縮緊車。一年一年到一年。縮緊車，縮緊車。我翻到睇。唉，塞到幾時啊？唉。幫我哋坐低室啊，買支枕室啦。今日買啊，知道就好啦，係咪啊？今日電話響啦，聽電話先啦，好。有三個寶馬。一個電話都唔好接，總之我嘅使命就係、是。我知道。係。咁我嘅使命就係、是，咁我嘅使命就係冇電力嘅手機。卓然喺度啊！你要俾我個電話俾阿蔡卓然啊！你做咩事啊？原來是因為
塞車啊！你不得知啦，一定是跪低了，是不是？跪低了，不是跪低了，是塞車啊，沒騙你的。啊，我知道，知道就好啦，一跑馬了嘛，是不是？是啊，跑馬應該一早，或者車跑得這麼慢的，你們他塞得很嚴重了，是不是？哎，是北角方向啊，不是中區，北角啊，是吧？不是，因為現在會經銅鑼灣的嘛，所以當然是去中區才是直角，是吧？跑馬來香港。咦，九龍城這個去115去九龍城碼頭方向。是啊，現在只有510銅色那個未換新色而已。喂，是喔，剩下那邊會有 MLR 喔。我知道。咦？見到 MLR。 耶，拍啊！我不得閒啊，因為我要拍巴士啊。是啊，沒錯啊。耶。哇，是不是啊？是啊。撞車喎、啊！哦，撞車啊！哎呀，爛咗啊！冇事，唔需要你，無需理會，無需理會，好正常啫，好正常啫。點解整得翻嘅？哇！都唔係好嚴重啫，係咪啊？係啊。8641出事啊！你個 M L， 你哇 M L R 太靚啦！8641出咗事啊，係咪啊？哇！今日係啊，8641。我哋坐5546啊，我坐。都唔知點樣得翻個巴士。做乜咁耐嘅？我哋都塞緊。跑馬地啊！今日跑馬，頭先睇到通告，我尋晚睇到通告啦。你個巴士想點啊？哇！地支整唔整得翻？車廠啊，係咪啊？只要爛，只要爛喺後翻，只要爛喺後面啫。兩個扭鬼一條橋撞冧咗，等曬咪緊有啲人嚇死曬啊！你覺得係美國政府衰啊？唔使保養曬，唔使保養多啲研究建築物。冇講呢啲咁嘅嘢，我不如講翻巴士先咯。好，講翻巴士。喂，警察啊 ！FBI 啦，係咪啊 ？FBI 啊 ！Sir 啊，係咪啊？香港式 FBI。哇 ！Sir 啊，係咪啊？香港式 FBI 啊！而家好正常。哇，塞得幾勁下喎，係咪啊？塞得勁。喂，我哋而家影我哋啊？邊度啊？101。喂，你冇撞埋佢啊？私家車啊！你對面啊，好靚啊！已經係啊，都覺得靚啊，係咪啊？係啊！你知道嗰個劉俊文咧，個 L C L 咧，佢都有影，佢帶埋嗰四個綁住佢嗰啲人帶佢影相。L C L， 我都第一日開嗰陣時候我都有影啊，係咪啊？應該嗰度撞車啊！嗰度嗰個橋個迴旋處啊！我見到有警察係咪啊？係啊係啊，警察兩個警察係咪啊？係咪啊？係啊係啊。因為阿 Sir 喺度啊嘛，係咪啊？應該橋前面撞車啊，應該係撞車啊，應該。因為阿 Sir 喺度啊嘛，係咪啊？係啊。七九五 P 就嚟都玩完噶啦，系嘛？系啊，玩七九五 P
七，如果九百九同九百几啊？哇，对面有噶，六号后面有噶，系咪有？后面有噶。我永最少玩完系讲佢电车左噶啦。下面有噶，有噶，有噶，嗰边嗰边新包。我永电车玩。下面有噶，嗰边新包。我知啊，边度啊？下面啊，走咗，系啊。喂喂，就杀咗，细声啲。我永远电车。下面，快啲快啲快啲。我永远讲。喂，七十年 A 次喎，系啊系啊系啊，嗰架。永远打嚟噶。系啊。七二七，一二啊。人哋都。YouTube 頻道嗰度揾揾翻我嗰個啊，誒唔好意思啊，哦 ，Felix， 呢個，誒我對住 ，OK， 開嗰個冷冷鐘先，咁誒佢誒嗰個我係 Instagram 喺呢度嘅，好，咩事？誒我幫幫手先，等等先，你做乜嘢啊你？佢冷靜，冷靜。
你不要吵。OK。OK。我帮手，我帮紧你。你坐喺度，你坐喺度，你得唔得？睇下得唔得先，睇下你得唔得先，睇下 follow。OK， 你坐喺度，帮。OK， 我帮紧你噶，系咪？我知道我帮紧你噶，其实系。我都唔使惹麻烦，希望每嘢都麻烦啦，系咪啊？紧握扶手，好惊动中北门，喂，旁边食喎，系啊，食街市前。
個本總站，你知點解會搬咗去咧？我知啦，係因為唔想。是因為颱風加上因為航天城是有隱蔽的地方，加上它是室內那個巴士站會比較會確保巴士安全，加上咧係即係為咗防止任何就是即係因為颱風啦，再加上暴雨嘅影響嘅關係咧，所以就搬遷咗去第二個總站啦。啊，因為落雨啊嘛。一嚟咧，其實再加上個原因就因為係可能是因為為了確保個巴士想在打八九十號風球期間就爬多車啊嘛，係破壞咗個窗，再加上係更加行車安全啦，係嘛？係啊，因為可能嗰啲樹會吹起身之後咧，因為係啊，因為啲風可能會吹起啲樹，之後整可能會整到個巴士。話時話都係會加上會啲樹會整到個巴士啦，就會。成個巴士會爛曬嘅，係咪嚇？係啊，整爛會扭曲變形係嘛？啊，唔止啊，可能會撞，可能啲玻璃會打爛曬。再加上唔止打爛曬，更加巴士會直接報廢嘅係咪嚇？啊，有可能會打到個引擎，成架車跌上天啊！真係報廢咯，報廢就可以就直接去當車場拆石啦，係咪嚇？啊，係啊。所以咧，佢就將佢賺整翻去嗰、那個，整翻去嗰、那個航天城。啱我就危險啲係嘛？啊，保險啲咯，唔使農民唔想要自己啲車隊變成廢鐵。係咯。啊，不過呢個總站咁廢，不如搬去航天城咁樣可以咁樣同正打風都可以堆翻先擺入面度咪好啲咯。係啊，而且仲有我哋可能都會俾可能會整可能整。不過航天城都未開嘅喎，話俾人聽。我知道巴士總站。我之前巴士總站啫，係咪啊？係，我之前同一班迷喺個航天城嘅時候咧，之後咧我就佢見到架飛機放咗入面嗰個玻璃入面就影咯。之後咧佢話佢想影，我就跟住佢去。結果咧之後咧我發現咧係辦公區啊，辦公嘅地方。之後我就同佢留翻佢咯。因為我哋兩個都驚蕩失路真係。我唔知道有冇再見到巴維斯。可能總站一大堆。哇！好恐怖，會唔會比之前恐怖咗啊？我起步有啲恐怖，好唔好啊？搞到咩事？我嚟翻去。邊個企啊？有人，好似有人要上車喎，係嘛？冇人上車，最多有人落車。啊！對面啦。好。攋衣服。ASB 咁啊，係啊，嗰啲唔好接啦。如果影最後 ASB 嘅話，就最誇張啦，係咪啊？係啊，都係觀眾隔離嘅多人影啦。如果 ASB 係舊嘅巴士型號，係啊 ，ASB 一版啊嘛。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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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我呢部 iPad， 我學校冇 iPad 嘅。最怕屎啊！最怕屎啊，係咪啊？哇，係喎！耶！呢個耶！最怕屎耶！耶！耶！最怕屎啊！打電話嚟，我只係想同佢講話搭巴士，巴士啫。
因為我興趣啊嘛。可能你玩得太耐啦，所以我知我哋為咗想坐英制嘅電巴㗎，其實都係。我原本想錄嘅，但我部手機冇電啊。哦，咁冇辦法啦，係嘛？男仔嘅化學都係咁樣㗎啦，都好遺憾㗎，係嘛？但係始終你嘅容量可能會承載唔到咁多咯。係啊，係。誒，仲有。喂，架的士啊！喺陳皮，得唔得？耶！成功啦，順利完成。你需唔需要再送到佢走，再送埋佢最後一程啊？好，八福道總站，我哋即將到達啦。係啊，即將到達。使唔使送翻佢哋最後一程？好在佢有選擇咯。我影到八福道總站到完。我自己嘅任務就直接呢個係我想希望嘅，但係媽咪日日都打電話嚟關心我，唉！我都唔想搞到屋企人擔心噶嘛，我都係多啲，到日都係媽咪把聲，打電話嚟好討厭咯，日都係佢把聲。頭先咁你而家仲要人管噶嘛？我都唔想惹到咁多麻煩噶，我都唔想搞到屋企人要報警噶。我知啊，真係，但係咧而家。快到啦，快啲啦！我都仲未㗎，其實我都仲讀緊書前代，即係雖然我中學畢咗業，但係我都仲係讀緊書前期啊嘛。我知，咁你都係咪想快啲出嚟？我都希望啦，其實都希望可以揾到工㗎。喂，又你讀到出嚟，我屋企人做你㗎啦。係啊，我知啊，你講得啱啦。其實廿零歲通常都會翻工喎，翻全職咯，係嘛？係啊，翻全職或者係翻兼職都得啊，係嘛？